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掘，周口店遗址先后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化石地点27处，出土了大量古人类化石、古动物化石、石器、文化遗物和用火遗迹，使我们对人类进化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再次证实了恩格斯所说"劳动创造人本身"的历史过程。 北京人点亮了人类文明的火种，照亮了世界。他们开荒拓土，繁衍生息，把人类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